停在外围盘带，给到小白，选底线用速度进来，来个 A1 净赚加法，哈哈，小白的。给到小白过底线，好球配合桑尼，这个两分打得香，自己速度带起来，还有五秒钟的时间，张镇雅 K 拳秀在右边底角三分球，牙哥在主场右边四十五秒，再来一个三分球。嗯，还是林海明的进攻篮板，后面高国华还倒在地上。人数上面的优势，五个打四个，哇！最后被白耀成投进三分球。哇！小白的高，也是跟小白做一个 handle， 往里面掉，这是一个绝佳的助攻，让爱。球直接被小白给敲走，打右再给，最后一秒钟，小白的抛投再一个两分。哦，他这一招真的还蛮厉害的哦。